真的超级感动，有这么多人来，先受我一拜。我在怀旧边做咖啡，想把青春过的冬天。大家可以越来越心想事成，然后在这个快速改变的这个时代里面，大家可以赶快找到自己的节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必须要讲说，我真的超级感动，有这么多人来，真的非常，先受我一拜。我去年发专辑发到现在，一个音乐新人进入这个市场，我发现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真的是要赶快去做，就是不要被自己的那些有的没的思绪给阻止。I'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. I really want to thank Regen, my brother. 这是我老妹。没错，我们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。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心想事成，然后在这个快速改变的这个时代里面，大家可以赶快找到自己的节奏。